黄色的啊。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母亲上午十点陪着柯建铭一起来到投票所投票，走在柯建铭后头的他面带笑容，看起来相当有精神，心情不错。为什么要陪他们来投票？看老累的，够累的哈，看老累的，当然买是。谈到周子瑜的道歉事件，也身为新竹阿嬷，一向妙语如珠的柯妈也相当心疼，不理他，不理他。这个就是当我们这个国家问题哈，那国企怎么会有罪呢？啊，这是大家集体了解我们现在处境。另一名立委候选人郑政乾，则是手拿着国旗步行到投票所，投下神圣的一票。投完的感觉了了一件事情，那夜间天气也很好，希望所有的市民好朋友都能够踊跃的投票。是最后的结果，还是要让市民来做最后的一个决定。新竹市立委第一选区可说是全台政党界限最模糊的选区，柯建铭对决郑政乾，另一头还有时代力量候选人邱显智同场角逐席次。新竹市这一席立委鹿死谁手备受关注。记者黄志昌和孟谦、李义璇新竹报道。